哎，你好，以前没看到你表演，请您介绍一下好吧？哎，你好，我是刘洋，我是张辉平音乐学院来的，我希望这个大会成功，非常好。多说几句，您的那个，我想，不，没关系，那我问你在哪学的音乐，什么时候来的加拿大？这个下一步的打算和安排，谈吧。啊，那从头吧。啊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加拿大？对话。啊，我3岁来的加拿大，现在已经是。中国哪里的？中国哪里的？中国青岛的。青岛的？对。会说青岛话。会说青岛话，喝啤酒，吃旮旯。请到了大板儿。对的。那请对了啊。这个，然后你在哪儿学的音乐？那先介绍一下吧。啊，我是张辉平音乐学院学的音乐，从差不多，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跟张老师一起学的。然后下一步的那个事业学习的安排是什么？好，我现在正在医学院，希望过2年可以做一个好的医生。照片。